2015是5月1号，没有，今天是4月30号。我们要从幸福西藏，从拉萨火车站准备出发，前往今天的目的地青藏公路的终点，也就是所谓的青海省的省会，叫做西宁。沿途可看的是拉萨市的街景的部分，你可以慢慢欣赏。坐的位置不青藏铁路的风光让你一览无遗啊！那我们两个的，我拿一下，我拿一下，在我这里。阿迪他们在喊，喊说两个都是伤，他跟他们睡，跟他们一个车厢已经进来了。我说我们两个上铺有没有可以换，我说我那里也是两个上铺，我就这样讲，我说我也是两个上铺，这样讲他就那有跟他们都通知吃饭的时间，有他那两天刚好放座位就会168那个168那个跟桂华姐他们在一起，哦，一直不明天，什么不明天？领队啊，有什么？水果啊，有的没的啊，一直发。我们不是有带一些吃的？有啊，在我放在这边。我刚还有打电话给那个。郑姐就在你在那边，现在在医院，他中午会在陪我。他在医院呀、啊，对对对，那就陪他嘛。对对对。我做手术，他讲要练干净。可以上，他讲练干净。